亚洲天后蔡依林九令日前在脸书 po 文，引用洛杉矶前副市长陈瑜的文章，鼓励女性别在30岁之前结婚。九令的贴文引发联想，她和景荣稳定交往4年的感情是否生变了呢？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好的用意是要你先去知道你自己要什么。其实当然标题是蛮耸动的，但其实你要确定你的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，不是说哦，你今天毕业完就要赶快结婚。演艺圈最近分手事件频传，包括宝妈和汪建明结束2年多的恋情，金童玉女徐伟宁和阮经天也传出情变。身为 A 咖明星的蔡依林，感情状态自然也备受关注。今年34岁的她尚未传出结婚消息，媒体犀利提问，担不担心30岁之后卵巢有老化问题？我觉得现在的人都还蛮重视饮食啊、养生。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老化时间已经越来越延缓这样子，所以不要因为这个来逼迫你。我觉得上天会给你什么时候生小孩，这缘分到了一定会来的。九令出席手机代言活动，感情生活大抢风头。他po文鼓励女性多爱自己，不到3天就有超过35000人按赞，显见亚洲天后不只会唱歌，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也很有影响力。中央社记者洪煌君、张雅婷台北报道。